那我们看题型六哦，题型六有个正，他说有个正多边形，那么他说每一个外角是每一个内那个内角的那个七分之二倍，那么请问你，他说请你利用那个正多边形去求它的边数是几边形？好，其实很简单啦，来看这边，讲快一点哦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假设哦，这里有很多个边，这是其中的边。好，我先问你个问题，他说外角是内角的七分之二。对不对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赶快，赶快。他说外角是内角七分之二，你先回答我，是外角大还是内角大？他说外角是内角的七分之二，应该是内角的大吧？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如果内角是一的话，外角应该是七分之二，这样才对嘛？这样是七分之二才是一的七分之二倍嘛？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。我这样写七分之二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逻辑，反正七分之二一定是二比七或七比二，你猜谁是七，谁是二？是内角是当七还是外角当七？内角当七，因为内角的大。那这个呢是二，好，所以呢这个是内角哦，内角我把它当成七等份，外角我把它当成两等份。那我想请问你，内角加外角总和是多少？一百八吧。所以 7K， 我们讲它是 7K， 这里是 2K， 所以讲这 7K 加 2K 会等于 180， 所以 9K 等于 180，K 等于多少 ？K 等于20。好，所以请问你外角是几度？外角是 2K， 那 是等于40，对不对？好，单算出来了，知道吗？请问你外那个 N 边形的外角和是几度？ 360吧。那一个外角是40度。那几个外角会等于360，我是拿360去除40，是告九个边，哎、欸，九个外角，啊，九个外角到底有几个边？就九个边嘛，所以答案就九边形。这样会吗？听懂哦？要记哦。好，看一下。